农历9月初九是中大元帅太祖爷的圣诞，新年太祖经今年头一次来举办宴会的仪式，规个庙埕内外是挤满了前来进香，含着向太祖爷祝寿求平安的民众。市长赖清德、议长赖美惠也应着庙方的邀请，来到太祖宫参加宴会。太祖宫的宴会仪式是奉照着古礼仪式进行，除了五星水果、手工点心含着酒，并且备有24套的碗碟，类似满汉全席，色香味俱全。在进行过宴会的仪式了后，赖市长一家人就来到一楼的大厅向太祖爷参拜。今年太祖宫是咱台湾太祖爷开基祖庙啦，啊，伊的香火吼已经传到海内外，吼，啊，伊的三太祖的这个表演啊，嘛已经到美国，吼，道奇棒球场去代表台湾表演，所以已经讲相当有代表性，啊，所以今仔日我特别来遮个祝寿，吼，我来祈求未来市政推动会当平安顺利成功，啊，祝福咱市民会当，让市民会当安居乐业。在这恭祝着咱的太子爷公圣寿圣圣寿万寿无疆，祈求会当予咱台湾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咱大台南的所有的市民，大家平安顺利，心想事成。啊，咱嘛期待啊，在咱太子爷公六位众神的庇佑之下，予咱大台南咱的财政啊，会当日日好。啊，咱的台南市议会议事运作会当足顺利，予咱会当大台南所有的市民安居乐业。咱有办一个宴会吼，那么这个宴会是阮头一次啊来举办啦吼。今日啊，太祖宫的这个进贡团会当讲啊突破啊历届诶这个进贡这个进数吼。啊，所以我一个感觉非常的安慰，希望讲啊，咱太祖宫这三字啊，会当继续啊，和咱台湾国家会当运作啊，这是阮一个目标。你今仔日太祖宫也准备了2000粒的寿桃，由着赖市长亲手来分发予信徒吃平安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